那看到这边吗？喂，听见有回音了吗？哈，哇，我现在听得见。Hello， 我现在是在新疆固车县，然后这个地方是天山大峡谷，离库车大概65公里吧过来的，已经走了，我从那边走过来的，一路走，他说5公里，我也不知道是去5公里，我也不知道是单程5公里还是往返5公里，反正他说就走吧，我就进来了就。然后那个看着哇，有点阴森呢，然后连个游客都没有，很像啥呀，这边有这个小溪，哎呀，又弄一脚，这个小溪这个水从哪儿发下来的我也不知道，哎，说有啥，有那个感觉很像 Petra， 就是去约旦的那个 Petra， 然后拍变形金刚4那边很像那块峡谷走，但是他那边的话有那个是贝因都人，然后还有那些古开凿的寺庙，不是寺庙，哎，就是那些伊斯兰的吧，然后这个的话也我也没看啥介绍，反正说是一个什么美丽峡谷，就走进来了就啊，反正啊，有时候有点太阳了就不太凉了，但是。哇，这个是库车最出名的一个景点，这个但是都是这种沙石路，怎么走着都费劲，我操，这个水从这下来可能看不见吧，就又到这块了，反正错综复杂，也有点像那个羚羊谷，也有点像这个，每个地方可能都有呗。天山的，然后就这样，行了，我接着走了，这又水又没法不好走了，拜拜，我这，哎。啊，对，是开那个从那个独库公路过来的，独库公路从库车那边我们一路过来。